池金生先生1922年出生于北京，龚老生，师承马连良，研习马派艺术。退休前是北京京剧院的导演，也曾为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如今家住北京南三环附近的池金生先生，虽然已经90高龄，但依然精神抖擞，神采奕奕。池金生先生祖籍山东蓬莱，1922年生于北京百顺胡同，这里是当年北京梨园行聚居之地。池金生先生祖辈们世代唱戏，京剧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七代了。我们第一代呢，有一个昆弋十三绝，不是这个铜光十三绝，那昆弋十三绝里头有我们祖先叫池才官，是唱武生的。他什么戏这个拿手呢？就是蜈蚣岭最拿手，一直的呢传到我们这代呢，每代都有唱戏的吧，这样子吧。池金生先生学戏并没有进过科班，而是家里请老师教。他9岁开蒙，13岁拜曹云孝为师，并逐步登台正式演出老生戏。后来又为尚小云、王凤卿、石慧宝先生在许多戏中配演娃娃声。直到后来看了马连良先生的演出后，从此迷上了马派。在当时的老生呢，各流派很多，是吧？基本的都是以老谭派为代表，谭伯英先生、杨宝森先生、戚小伯、李胜藻等等的，各流派是各有所长，这个观众也是一样。那么在老生方面，因为曹连孝先生给我说了一些做工戏，老派做工戏，我学完了再看马连良先生的，跟老师曹先生教的有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也很细致，那么所以对于马派来说呢，更为崇拜。年轻时的池金生还没有正式拜马连良为师，所以马先生很多的戏都是他在戏园子里一遍遍看会的。我学习马派的有一个好朋友呢，就是严少鹏，我们俩人看戏就后头站，靠大墙站着看戏学习。这个学习跟张博一样，看完了戏回家来做笔记，得在平房院子里头得回忆什么动作调度怎么着吧。那时候老先生管我们这个主叫偷戏，我对于马老师的戏呢脑筋很好，这出戏只要我看3次，我能把这全戏的演员的台词等等都能记下来了。在长达10几年的偷戏过程中，池金生先生凭着对京剧的热爱和过目不忘的好记性，学会了大量的马派剧目。在他快30岁的时候，终于如愿以偿地跟随马连良先生学戏，进一步学习钻研马派艺术，这些都为他今后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我对这个京剧来说呀，我是非常喜欢学，那时候啊，在20多岁的时候就想多学。在学习马派当中啊，学习马派时期啊，我也在学别的戏。我和李鸿锥先生啊，学了一些靠背戏，这大概有的人不知道。反正学习一门技巧技术是要下功夫的，不想吃点苦是不成。池金生先生喜欢京剧，可以说是看得多、学得多、会的也多。
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人传统老戏，后来又帮着马连良先生代课。1980年，他受邀到中国戏曲学院教课，从最初的大专班到后来的研究生班，池金生先生一直都没有停止马派的教学工作。22岁就教戏，开始教传统戏吧。这也是家庭生活关系吧。因为我嗓子不好，后来变声嗓子什么一直不好，所以有几个老先生的名家的子女啊，都找我教戏。教戏第一，因材施教，还有横平竖直，不能马虎。另外，看他的年龄的要求，他的舞台经验多少。开蒙是开蒙的教法，说他学了5出戏了，他都演出了，再教是再教的方法。作为长期在老师身边学习工作的弟子，池金生先生不但参与创作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，整理了多部马派剧本，还为老师出版了马先生的传记《马连良》，并撰写了许多谈马派剧目表演的文章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池金生先生不仅学戏、唱戏、教戏，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导演。他随马连良加入北京京剧团之后，一直跟着马先生排戏，这为他今后走上导演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首先，我进北京京剧团是跟马先生排戏，他的传统戏、他的本戏、他独有的戏，归我掌握去排。排戏、导戏，这也算是两个概念，应当说是。排戏嘛，就是一出传统戏去重新排练，是一个概念。导戏呢，应当是从无到有在舞台上，是一个新的剧本。1963年，在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头一年，北京京剧团的领导安排池金生和萧甲一起负责将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编为京剧，这也是池金生先生第一次导演现代戏。最大难题呢，是一个新生事物，得脱离传统的东西。因为我这传统戏也是根深蒂固了，我首先得改造我自己，掌握这个时代的东西。那么时代的东西怎么演，怎么去启发演员和演员合作去演。我本身做导演呢，和我在以前呢，我喜欢看话剧啊，喜欢看最早解放以前看美国电影等等的有所关系，这是不自觉的积累。那么用时候呢，不知道用哪一点就出来了。叫他们糟得成什么样啊！庆荣，你们回来了。排演现代戏对导演来说是难题，对演员来说更是个挑战。如何能摆脱传统戏的影子，放下传统戏的工架，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我回去了。演员呢，从动作方面要脱裤换台，在那年代不同的年代啊，这个63年、64年呢，从演员来说呀，非常愿意参加，他们是自觉的客，而且不是被动的，自觉这练。不许
从阿庆嫂来说，他那雷起青丝青七星藏那段唱啊，基本是沪剧的五言一句。他这个调度动作啊，基本是丁世娥的。还有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动作，我有心一交那个展布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这是丁世娥原来动作。丁世娥是借鉴了戏曲的动作，但是人家动作方面呢，没有京戏那种那个传统戏的那种形式，人很自然的，所以这一点呢，要求演员不能走传统的那种程式，你必须要生活点。由沪剧改编而成的京剧《芦荡火种》推出之后，毛主席对这个戏又提出了指导意见。随后该戏的主创人员经过一系列的修改和加工，最终成为了大家所熟知的现代戏《沙家浜》。在池金生先生的眼里，干一行就应该爱一行，由兴趣出发，从热爱到钻研，才能真正学懂学透。在参与了芦荡火种的创作之后，池金生先生进入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，系统的学习导演理论，这都为他以后在戏曲导演领域注入了新的能量。由他导演的《三打桃三春》至今已演了400余场，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评价。近日，全球华人文化艺术新兴展演在北京星光影视园拉开序幕。此次展演涵盖了地方戏、器乐、舞蹈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。来自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鱼骨成为展演的一大亮点。鱼骨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，是由湖北的秦子戏和八岔戏与陕西本地的登歌小调相结合形成的。我们家庭是祖祖代代都会唱山歌、敲鱼骨，我想把这个鱼骨、花骨唱响全国，让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山区的鱼骨、山歌咋敲咋唱。